然后，牛出现了，吃完了吗？应该说分完了，分完。今天好像没有。对啊，刚听说没什么。另外那个余航就去那个圆形那边看，那个就这边，就一桶，一桶而已。确定我们三个人够分吗？两条好的，那再抓一条。以前钱够吗？哦，那六起来了。
哥把沟通。好，要再继续。要我要啥？多少钱？